接着呢，要邀请我们女方主播人来转身定向我们的家人朋友，邀请所有好朋友用热情的掌声来欢迎今天的女方主播人进场，掌声欢迎。我相信呢，每一对家长在小朋友出生的时刻，就在学着如何放手，因为他们知道，在未来的某一天，他们一样会跟他们成立一个新的家庭，有着自己的宝贝。不过，我想要请宝宝们忙放心，因为有着你们的榜样，相信我们国祥的应承呢，在未来一定会创造属于他们自己最幸福的小家庭。而接下来呢，要邀请所有的好朋友，我们目光共同来到我们今天新诞生的小夫妻身上，要用你们最热情的掌声来一同欢迎我们国祥应承迈入人生第一步，掌声欢迎。谢谢爸爸，相信大家都有收到爸爸的祝福跟感谢。
感谢喽。那接下来呢，我想要邀请大家，让我们一个简单隆重的举杯仪式，一起来祝福我们今天台上新诞生的大家庭哦。邀请大家，我们将眼前的酒杯、果汁杯都斟得越满满的，好吗？那斟得越满呢，就代表说你的祝福越满喽。邀请大家，我们将眼前的酒杯、果汁杯斟满喽。那稍后呢，依依想要跟大家培养一个小默契，就是当你们听到国祥应承的时候，请大家帮我接着大声说出新婚快乐。我先问一下大家，请问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哦，只有这桌准备好哦，其他人不及格。我再给大家一次机会哦，来，请问大家准备好了吗？非常优秀，现场这么多好朋友，等一下就要用这么大的音量来祝福我们台上的家人。准备好的朋友就高举你手中的酒杯，让我们台上的家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你们的祝福哦。接下来我们再一起来大声祝福国祥、应承新婚快乐，请干。非常谢谢所有家人朋友你们最热情的祝福哦，相信都有收在我们台上一大家庭的心中哦。那接下来呢，我要请爸爸妈妈还有应承国祥，我们手牵手把手牵起来。而今天呢，我们也想要再次用深深的鞠躬来谢谢所有你的贵宾家人朋友，谢谢大家。在掌声之中呢，也欢迎我们的主婚人一同来到主桌入席咯。那接着呢，也要邀请国祥跟应承来，我们跟随爸爸妈妈的脚步一同来到主桌入席。而我们今天呢，双方主人家都准备非常丰富的美食佳肴，也在这边预祝各位有一个美好快乐的用餐时咯，谢谢大家。